那个是营建署我们补助给我们大概500多万的一个停车场，那我们也做了一个活动广场，年底完成，去年初就使用到现在。
我们的想法就是这个比较低，所以可能会有被冲的疑虑。当初，所以我们把汤匙弄到上面去了，就想不到是来得这么快。我们还在这边打锤球啊，今年现在这个水很奇怪，它是从上面溢出来的，巴巴的水比这个还大，它没有溢出来呢。啊，这可能是瞬间的，一下子瞬间，所以它你看它那个水到上面去，你看，所以那个水会上去就可能是飞上来啊。我们的做法就是说，把过去的汤池这边嘛，把移到上面来啊，这边做停车场，我们上面基本上还是要做，啊，这个复原要怎么复原，那这个要研究了。但是首要的哈，就是看核酸局能不能在上面再高一点。我看被冲的那个前一天哦，那个水位就到第二阶啊，第二阶上，瞬间的水这样打到那个岩盘以后，它翻过来的。我们的预测是没有错，但是很想不到这么快就来了，而且量没有巴巴大了。我们这边的雨量，我们要晚上要睡觉以前，我还看他说我们红叶山是150几而已呢。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情形以后，我们会跟堤防是河川局做的，啊，跟我们的协力单位纵管处，哦，再做一个评估，要复原要怎么复原是最经济的，而且是不怕再被冲的。Thank you.
台东，这个我们热爱的后山净土，如果不是莫拉克，我们还以为它会一直美丽动人；如果不是凡纳比，我们会以为我们将永远活在天堂里。如今好水变恶水，现在好山已崩坏，我们才惊觉，在全球暖化及蝴蝶效应下，破坏最少的地方也难逃世界的共业。面对崩塌的大山，我们才知道参天古木也抓不住厚实的大地。面对凶猛的恶水，我们才发现人定胜天是多么的可笑无知。对大地好一点吧，那是我们仅有可传世的资产。对生命多一点尊重吧，让他们就像创世时一样的自由自在。少一点杀戮吧，不要把万物都装进我们贪婪的肚子里。生活简单一点吧，不要把满满的欲望装满圣洁的心灵。让水走它想走的路，让山长它想长的树，让鱼悠游在大海山川，让大地以它的方式滋养万物。爱多一点，血少一点，多种一棵树，少吃一些肉，你健康，大地母亲也健康。